哥不才，趁我不在家又越狱了。然后他打开了第一道锁，第二道锁，把关在外面的傻狗都放了进来。傻狗们，帮我收了晾干的被子。然后拆迁队开始工作了。本来在陪刘光明做绝育的我，匆匆签了字赶回家。这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搁哪整一地沫子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高血压犯了，不行，一会儿你们也跟我上医院吧，直接把安乐扎上。你们不扎我扎。哎呀，存那点水都给我蒸洒了。我说哪来那些沫子呢？给他们买的浴液，没两瓶，给你们勤快坏了，一天天的啊，要洗澡了，显着你们了。以后少跟他变木玩，咋不跟他好人学呢？赶紧给我回院子里头去，今晚别让我再看着你们。还有你诸葛不拆，自打你来家里就没有过好事，你是不是天生克我？昨天晚上厨房反水，烧水烧了一宿。哎，人要是倒霉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放屁都砸脚后跟。哎妈，这画面咋这么熟悉呢？小时候养狗，我妈嫌家里有味儿，趁她上班我就拿那个洗衣粉泡水把我家地板浸泡了一天，她下班的时候都没干，最后我拿棉被擦的。现在我家那地板缝还缺黑的，智商这玩意儿是不是传染的？